直到了某一个冬天，森林里就不断地下着雪，他的身躯慢慢地变大。这是骗小孩的故事啦！你这小家伙终于落到我的手中了。雪峰，这是怎么搞的？真的吗？雪之森下雪了。管它是什么地方，卡斯！这是什么呀？自从雪兔有了那件披风，森林里就不断地下着雪，就像小雪兔一样，永远感觉不到温暖，最后变成了一只巨大的雪兔，孤独地住在没有温暖的雪之森中。